欢迎大家来到用嘴巴去旅行的葡萄牙篇。今天我会示范整这个薯蓉青菜汤的材料方面都非常之简单的，这个是四至五碗的分量的，包括有 0.5 汤匙的橄榄油、1茶匙的盐、170克的葡国肠，或者在我这里就用了西班牙肠、1.5 个薯仔、半个洋葱、400克的羽衣甘蓝。液体方面我们是会用950毫升的鸡汤的，不过因为我是买现成一盒盒的鸡汤，我就嫌它比较咸，所以我将它其中三分之一是变成做清水的。做法方面我们首先将洋葱切粒。羽衣甘蓝的处理方法就是我们会将它的叶扯出来，将它中间的框是不要的，跟着我们就将它再切细块一点，然后我们可以拿羽衣甘蓝去洗一洗它，浸下水，拧干水之后我们可以用手揸一揸它，等它的体积没那么大的。薯仔我们首先将它批皮，跟着然后就拿去切片的，那个厚度都没什么所谓的，那最重要就是平均就 OK 了。肠仔都是切片备用了，那这个厚度也是视乎个人的喜好，你喜欢切厚一点也可以，切薄一点也可以。好了，材料都准备好了，我们真的开始煮了。首先将这个橄榄油放入锅里面烧热它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用来炒这些葡国肠或者西班牙肠了。炒到它们香口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将它拿起备用了。那个锅里面的油千万不要丢掉它，我们用来炒香那些洋葱的。炒到洋葱变成半透明的状态，我们就可以落少少盐去调味啦。炒多两炒，跟住我们就可以落我们的薯仔落去啦。还有一茶匙的盐、水和鸡汤都可以落埋落去啦。跟住然后我们搅匀它之后，就可以将它煲滚啦。滚起咗之后我哋可以将个火收翻细佢，然后就再冚盖煮多15至20分钟，直到啲薯仔淋晒嘅。15至20分钟之后就可以检查下啲薯仔够唔够淋啦。如果个匙羹系好容易可以将佢压烂嘅话咧，即系代表佢已经够淋啦。咁呢个时候我哋可以用呢个压薯蓉嘅工具咧，将啲薯仔压烂佢嘅。咁你压到几烂咧，都系视乎你自己个人喜好嘅啫。咁我自己就中意压到佢烂啲，咁饮起上嚟咧个汤都会比较滑啲嘅。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将羽衣甘蓝放入去个汤入边啦。咁你可能会觉得冇可能噶，咁大堆羽衣甘蓝点放得落啊？咁但系就好似变魔术咁咧，只要你逐步逐步一小撮一小撮咁加咧，你就会发觉佢一放咗落个汤度，好快就会缩水噶啦。咁所以慢慢嚟咧就会加得晒噶啦。当然啦，你可以用个大啲嘅煲啦，咁就唔使好似我咁咧要好小心翼翼咧，惊死佢会泻出嚟啦。最后就可以加埋啲香肠落去啦，然后就冚盖细火煲佢大概30分钟就完成噶啦。30分钟之后就煲好咗呢个汤啦。咁但系呢个时候我哋又可以 check 下个咸度够唔够啦。如果唔够咸嘅话记住再加多啲盐啦。咁但系我呢一煲就啱啱好，咁我哋就完成咗啦，可以上碟啦。这个汤是不是很容易做呢？我就最喜欢它呢淡淡羽衣甘蓝，吃起上来满足之余也都是非常之健康的味道啊。大家快点试一下做这个薯蓉青菜汤啦。接下来我会继续示范怎样做更多葡国菜的，大家记住留意我 Minus Hungry Planet 用嘴巴去旅行啦，下次见。